表演。各位搬过来前辈还有同行，大家好，是那个八旗协会。那八旗协会是八旗协以外八卦的主要的一个必修的一个课程。那在那个学员开始表演之前，我先讲一下八卦的一个特性。但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是说书上记载，各位参考一下。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在练习中很容易就把它遗忘掉，变成它大概是什么。好，武术之道，内以修身而保健康，外以御民不测。所以武术的积极之道，武术的积极之道，内以修身而保健康，外以御民不测。那我个人觉得说，练拳分三个阶段，一个是练拳龄的阶段，一个是练拳的阶段，第三个阶段是用拳的阶段。我们是不是都有达到这三个阶段？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行事的地方。我个人跟刘老师练了十年，我们是用 DIY 的，我练了这十年。从四十岁才开始懂八极拳，在五十岁才开始懂八卦。但是我一直都觉得非常幸运，因为终于开始懂了。因为我自己持续不断的练，所以我觉得慢慢开始懂。八卦掌的训练呢，八卦掌是以八卦以走为先，八卦以走为先，所以我想关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八卦掌是呢，八卦掌训练的时候呢，它有分为定架子、磨架子，还有变架子。定架子、磨架子、变架子，你要用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经过这三个锻炼的过程。所以八卦掌应该要练用兼备，不能偏废；练用兼备，不能偏废。八卦开门掌，地下是第一种练法。再来，我们看八卦那个开门掌，地下是第二种练法。
工坊，所以它的工价比较低。开门长顶架子，第三种练法，走圈子，走圈子，第三种练法。接下来我们看开门掌的活架，活架子的步伐我速度很快，越走越快，你步伐越快，你的手法就越快，所以它已经慢慢的不受套路招式的帮助框架，而且借由在左圈子的过程，可以训练你的身法、步法、手法、腿法，都可以训练坚固的道理。我们还有一个变架子，在变架子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段那个八卦六式掌。八卦六式掌是武坛的标准式，没有做过什么变动的变化，中规中矩的走出来，照意式掌。八卦的很多用法都在这里面。
市长有人说是内修发展，专门内修的，但是其实他在用法上也是非常好、非常好用的。如果你只把它定位在内修的话，那就很难用。但是如果你把它定位在内可修、外可用，你就能够用。但是要思考怎么样去用，从里面去做变化。所以在用法就是都是在套路，都在招式里面。光看学习者、练者有没有去领悟出来？所以他练内个内练可修，外练可用，练用兼备。八卦又自长，现在我们看开门长的变将，这个是活物的活用的东西。八卦掌要用，步伐一定要够，速度一定要快。所以他已经完全不受这个套路跟价值的变的那个拘束，他可以活用，你怎么打怎么对，怎么踢怎么对，怎么走怎么对，四面八方各个方位上中下都可以打，上中下四面八方。如果你有长期这种训练的话，你的速度一定是非常快的。所以八卦掌的话，应该速度要有慢。快，但是在这个之前的话，你必须要做过比较完整标准式的一个训练，你才有办法活用。所以到后来，他已经完全不受招式的